在其他的书本上曾看到，但是从古以来呀，尤其一般中国人在《诗经》里面就有这个铭文吗？鸣林有子，果蝇父之，果蝇就是那个细腰蜂啊。那么因此人家没有儿子的把别人的儿子认为义子啊，干儿子，在书本上就叫做鸣林子，那就叫做鸣林子。这个鸣林子的用意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细腰蜂的做法一样，自己没有儿子，而是把人家的儿子把他搬过来变成他的安上他的姓名，就变成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就叫做鸣林子。这个话现代的我在这边很少听到，我在小的时候在自己家乡里呀，在北部我在狮头山山脚下生的，山脚下那些地方对这些话都还是蛮普遍的啊。有一个人他没有儿子，就把别人的儿子养大了，做他的义子，就是说这是他的鸣林子，一般都会这样说，这是他的鸣林子啊，就说明不是他亲生的，而是人家的儿子把他养大成为他的儿子。而他这个方式啊，就跟这个细腰蜂的果蝇一样，鸣林有子，果蝇父之，由此之故啊，一般时间从古传来，就认为自己没有生儿子，把人家的儿子养大成为他的，这就叫做鸣林子啊。因为很早很早，《诗经》里面就有了，就有这个鸣林子的说法，所以流传到现在，这个说法还是存在的啊。纵然是因为他这个细腰蜂，把这个窝做成了之后，是不是他自己已经生蛋在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不得而知。那么是不是那个双虫变成他的儿子？我们没有神通，没有天眼，也不得而知。那么顺着古代的习惯，认为这个鸣林有子，果蝇父之，就这样子认为也未尝不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吧，那么佛经里面说的，那可见印度也有这种的风俗啊。福卢就是这个细腰蜂啊，那么这个细腰蜂的这种做法，可见印度也是有的。假如没有，佛为什么会说出来呢？那必定有这种的实际情况。印度有，而中国也有，所以翻译的人呢，顺着中文叫做福卢。这个福卢这两个字就是果蝇呐，就在《诗经》里面就有说到，他说他的别名也叫做福卢，就是果蝇，那么由此可以明白，这类修身的方式是另外一种特殊的，也是有这种修身的方法，那么可见，这个世间修身的差别相啊，真是千差万别。这个类别啊，实际上是无穷无尽，而这里就是总合起来说成十二种而已。已经说了第十一种，剩下最后一种，第十二。第十二非无想，因为先把这个文字念过，这个非无想道理就会出来啊。看住经文啊，就是最后一段啊。第十二属于非无想象这一类，有因世界厌害轮回杀颠倒故，何后怪成八万四千十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象无想劫难流转国土，如土消等富快为儿，即破镜鸟以毒树果报为其子，子承父母皆遭其食，其类充塞。这是第十二。我说这个非无想的经文念过就会知道，怎么说呢？他这类动物啊，他把像土枭，他是把土块
抱来做他的儿子，土块有响吗？土块就泥团了、啊，还有这个破镜啊，他用独树国抱为其子，独树国有响吗？独树国也是无响，他本来是无响的，因为这个土枭啊，把他抱成将来就成为有响，破镜把他抱成将来成为有响。本来无响的后来成为有响，所以叫做非无响啊、非无响就是不是无响了，原来无响现在变成有响了，所以叫做非无响。这一类的身相也是充满的，不过这种的身相啊是众生的厌害轮回冤家因为冤家而成为父母啊、动物有这一种，人也很普遍啦、啊。人父子父母子女成为冤家的也不少啊，尤其近代经常有发生啊、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的啊，是这个儿子告父母啊，啊儿子杀父母啊，这些都是冤，都是过去的冤家结成的。没有冤，无冤无缘，不成夫妇子。那么这是完全冤家结成的，前面十一种啊都数是缘成的，由缘而成的，就是好的助缘因缘缘成。这第十二种是最特殊的，完全是冤家冤家而自成为一类所以编为第十二由因世界厌害轮回，就是过去的冤家这个厌就是冤过去多生结的冤家，为了要讨他的冤家债这样轮转不息的情况，回转到现在轮流到现在，回转到现在又结成过去的冤家又重逢而且更为严重，所以长大了吃父母这是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杀颠倒，杀害由过去多生杀生的颠倒因为常常多杀生杀生的颠倒，彼此互相残杀，因为彼此互相残杀这个众生要这个找这个环抱的因缘其他得不到机会，就找到这个做成父母子女，以父母子女的因缘而来互相残杀，来还这个业债，所以叫做杀颠倒。听起来啊很可怕就是因为多生都是多杀生，有杀生的因缘而成为父母过去的冤家结成今生的骨肉，结成骨肉之后又发生这个冤家的情况，又是互相残杀所以这个世间呢、啊、真是这么可怕的事情由这个残杀而引发的这种的受生因缘，活活怪成八万四千父母乱想，怪很怪吧，这个不用解释啊，子女杀父母，子女吃父母，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完全反逆在世间法上完全不能建立的东西，它而由这种的冤家的和合发生这种的怪现象，彼此互相残杀做成父母子女还是要残杀，这不就是很怪吗？所以叫做怪尘这种的怪尘呢，在世间法上看起来是非常不应该有的，非常非常不应该有的，虽然不应该有，它偏偏会有所以叫做和合怪尘。这一类的众生也很多啊，八万四千八万四千这些众生食父母想，把父母当作他的吃的东西这么可怕的事情他是怎么吃法的呢？
佛怪传八万四千十父母详，这个最特殊的一种这个在世间上受生的这个情况，靠父母生而翻过来吃父母。如是故有佛无想象无想劫难流转过土。因为这个土消跟这个破镜，它是把这个无情之物把它抱成为有情，所以本来是无想的，那么经过他的这个做法之后成为有想，所以非无想象的无想劫难，劫难是应肉，就是被这个这种的动物所号召，因此成为它也是有想的动物，在国土之中啊，无量劫来就有这类动物在哪里受伤，这是属于哪一类的动物呢？接下去就说明这个实际情况，如土枭等腹快为饵。土枭，枭啊是鸟类、禽类，这种动物啊是一种不孝的鸟，它为什么会叫做土枭呢？因为它是把这个土块抱来做它的儿子，所以叫做父块为儿，儿是儿子呢，它把这个土块泥团呢，土块把它抱起来，抱久了，那么无祥的东西，无情之物会变成有祥，会变成有精神，有情之物，成为他的儿子，这是属于鸟类，举说这个鸟啊，外表看起来很凶恶，所以一般对这个跟人不做实在的事，这个事啊，往往就称作叫做枭，被枭了，或者是枭雄了，这个枭字本来就是不好的这个表现，所以有这一类的鸟类，它会把这个土块抱来做它的儿子，那么结果就会成为有情之物，就会变成跟它一样的枭。并及这个破镜鸟，破镜的镜啊，这个镜字有些认为是这样写，这个镜，这个字旁如果在字典呢就查这个犬字，告犬字啊，那么这个字旁本来就是属于动物的这个字啊，这也是念作镜，这个字也是镜啊，所以这个古书里面呢，有的写作这个镜子的镜，破镜，有的就写这个镜，就是动物的镜啊，这是属于兽类，就山上的虎豹豺狼之类那些动物啊，相同的啊，破镜，在辞海里面呢，它这个镜字。也有写作这个破这个镜子的镜啊，也用这个镜子的镜啊，词还用这个破镜的这个镜子的镜啊，他这个解释啊，就第一就先说这个人啊，夫妇拆散之后再重恢复原状，这种呢所谓破镜重圆，先说这个道理。这个说完之后，第二就是说这是兽类的名字，兽类的名字。那么下面写说啊，也叫做这个镜，书门上写的是金字旁的镜，镜子的镜。它下面注解说也叫做这个镜，这个东西据说呀，跟那个狐狸样子有一点像。又像有一点像这个老虎，比老虎小，比狐狸大，
据说这种动物啊，它长大了是吃爸爸的，吃父，啊，这种破镜长大吃父，啊，枭长大了吃母，啊，分别吃了，啊，禽类的是吃母的，兽类的是吃父的，啊，那么父母皆遭取食，经文所说的父母都被食，那么这样看起来好像两种啊，他都会连父带母都吃掉，嗯，破镜他的儿子他用什么呢？毒兽狗，有一种兽木啊，生长的结果这个果实啊有毒，不能吃，啊，这个东西我说不出来，我从前在狮头山的时候，深山里面我曾看过这种毒兽狗。这个毒兽果的果子啊，圆圆的，外表看起来蛮漂亮啊。懂得的人就说，这个兽木上长的果啊是不能吃的，有毒，吃了会中毒啊。但是也不曾听过有人去吃它啊。可能大家都知道，也不一定啊。这个果子啊，有一点像那个橘子的样子啊。那么刚刚出来的时候是蓝色的。慢慢变成近于黄色，不同的地方啊，它会身上都有一点一点的这个黑色，啊，据说那就是有毒的果子啊，我摸也不敢去摸，听说有毒啊，就是根本就不敢去动它。那么这种毒树果恐怕到处都有啊，所以这类的动物近。他就把这个毒树的果子啊，把它抱为其职。毒树果是无情之物，只是一种植物的结果而已。可是被这个破镜把它抱来做他的儿子，抱久了就会变成有情之物，而且会跟他相同，变成这个破镜，子成了，父母皆遭其食。有的是说，这个禽类的枭吃母，兽类的镜吃父，经文说父母皆遭其食，也许是彼此啊父母通吃，到了他手里，他总是免不了会要被吃掉的，这种的情况啊，就是一向认为是一个不孝的动物。最可怕的东西，所以在《史记》里面有记载啊，说古代中国人的老祖宗黄帝，咸元皇帝，是青黄赤白的黄哈，这个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下令叫所有百姓祭典的时候啊，用一个镜。用一个枭杀来做拜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坏鸟啊，是不孝的东西，在世间做了不好的榜样，要截他的种类。皇帝有意要把他的种类把他截掉，就是大家都吃他，吃到他最后没有种了，可能世间就不会有这个东西。现在没听到啊，现在没有听到，可能就是老早就被人吃光了，枭好像还有，镜就没有听到，这些东西，它既然是长大了要吃父母，在世间上做一种最不好的示范，那些忤逆不孝的，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影响。会受到他的这个同化，那么因此啊，虽然他过去有这个冤家互相缠上的债，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世间法上，他作为这个不良的示范呢、是要不得的，在世间法上还是忤逆，还是说他是不对的，是坏的，因此之故啊，都要把他把他的种类。尽量把它绝灭掉，那么这个咸元皇帝当时他就下这个命令，
那么可能当时在一般各地方很多这类的动物才容易抓到就被抓那么后来慢慢可能就也就少了那么近代就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听过。那么像这类众生那么生来就要伤害父母的这么可怕的东西的其类充塞，在世间上也是到处都会有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这个净土三经里面的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发起因缘就是由这个因缘而来无锡氏太子他想要做国王等不及了因为他可能年纪也到中年时代了他的父亲七八十岁还不会死他这个老王不死嘛，他就没有王好做，因此他就想要把这个老王啊把他监禁起来，让他死掉，把他饿死，然后啊他才可以做王。所以结果呢他老王到最后结果还是被他饥饿死了虽然死了，他因为在这个被监禁的时候冷宫里面得到佛法的受用，证阿那含果，所以虽死而法身常在。那么阿阇氏从此得了这个忤逆之罪恶所以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的这个发起因缘里面就说从过去久远见来为了要争王位而杀害父亲的事有这种事而且多了上千，那么杀害母亲的事情就不该有了，因为母亲她不是王所以阿阇氏因为他的母亲想办法送饮食给他的父亲吃三七二十一日都没有饿死，不但没有饿死，还有佛法的受用，身心都安乐。那么结果他一气之下，连他的母亲这个维提西也把他监禁起来那么结果最后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既然没有吃的东西了吗最后只有听目犍连说法为他受戒，那么修行在这个冷宫里面修到证阿那含果纵然死了升到五不还天，将来还会就近证到阿罗汉国。那么因此这个佛法的受用真是无穷，假如他不是遇到佛在世的时候，那真是可怜了。所以世间事这种忤逆的情形往往发生在帝王之家，很可怕那么这种鸟类兽类有这种忤逆情形它是兽身情况有这一类，所以这十二种这个兽身差别分这十二种，总是指这个欲界里面有这些差别的身相。所以后边有一句话总结说四名众生十二种类，这是总结上文，这就是在这个欲界里面的众生十二类兽身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这只是指出这个由六根六尘的相应而成为十二类，由此把这个众生兽身的差别也就是形成这三四四三的十二类而这个众生兽身现象千差万别胎卵石化是继这个正规的受身方式，那么后边八种就是胎卵石化受身的种种的怪现象，不同的种类，这个差别像很多所以从古以来解释楞严经的解释方式只是顺着经文的文字上来作解那么真正的内涵的意思有些地方是会有所缺略而个人的智慧不同看法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见解不过都是值得我们参考来做学习。
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主法，日期9月28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下午2点佛学讲座，阿弥陀佛48大愿，主讲湛江法师，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楞严经法会，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日期11月23日星期六至11月24日星期日，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至下午5点，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